大家好，这是鉴于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 NBA 2K17 的单挑的比赛，由我来使用乔丹来迎战魔术师约翰逊。名人堂的难度最高难度十分制，谁打到第十分谁就赢。好，盖得漂亮。那么这两个选手，乔丹。我使用的乔丹是顶级的乔丹啊，鼎盛时期的乔丹，约翰逊也是最鼎盛时期的约翰逊，漂亮。那么到底谁能赢？将是一场龙争虎斗。但约翰逊比乔丹要高，身高要高。数值上呢 ，NBA 2K17 里边，乔丹的数值啊 ，NBA 2K17 有很多版本的乔丹，啊，有80年代的，有90年代的啊。我使用这个乔丹是最鼎盛时期的，那么他的数值是100分，满分是99分。魔术师约翰逊呢是98分，也是最鼎盛时期的约翰逊是98分。所以两个人相差没有什么区别，基本上，约翰逊比乔丹身高高一些。好，现在2-2平。约翰逊还是很准的嘛，中距离，漂亮，走底。魔术师约翰逊，好，这球没有进，看乔丹怎么打。好，漂亮。走底，好，回放，暴扣约翰逊，暴扣魔术师，乔丹暴扣魔术师，看一看，走，靠，哇，真的好，好高，看一看。哇哈，隔扣约翰逊，现在比分紧咬，紧紧咬住，被魔术师给断了。好，现在又领先一分，看魔术师约翰逊急停跳投又有了，我靠，追得这么紧，居然追得这么紧，没有，现在约翰逊领先，哇，坏了，情况不妙，约翰逊现在领先，好，又断过来了，漂亮，反断成功，乔丹一定要抓住机会。能不能反败为胜？
走的，漂亮！飞身报告，再次羞辱约翰逊，再次羞辱魔术师，乔丹就是乔丹，乔丹就是乔丹。好，抢到篮板。绳之，没有，依然没有，看乔丹能否抓住机会。好，漂亮，还有一分，乔丹就可以获胜了。没有，看能否抓住这次机会。漂亮，赢了。